图片来源：日本人妻的无限创作。不用加糖，不用加醋的四川泡菜，是我喜爱做的常备菜之一。在很多外省老面店，常常都会看到这样一缸四川泡菜，和台湾酸甜的口味非常不同。这样自然发酵的酸脆口感，更是令我入迷。直接这样单吃就很美味，如果拿来和肉片或豆前一起炒，或是煮鱼汤，更是让风味更上一层。做法也无比简单，喜欢吃泡菜的人一定要来试试看这单纯的美味哦。材料只要高丽菜、粗盐或海盐、水、花椒一小匙，米酒约 100cc 这五种。一、把盐巴和花椒以及米酒放入容器中，加水拌匀，盐巴和水的比例为 3-5%， 可以自己调整喜欢的碱度。最后记得水的量要盖过高丽菜。Asbi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。 阿制泡菜的容器除了玻璃罐之外，有深度的带盖塑胶盒子或是陶锅都可以。这步骤可以自己试一下，自己喜欢的碱度来调整盐量。水我是用家中净水器过滤过，可以直接生饮的水，也可以用矿泉水取代。花椒在中药店或是全联都可以买到。如果希望风味更好，可以把花椒用热锅翻炒一下，让花椒香气散发出来。喜欢吃辣的人也可以加一些生辣椒或是葱段姜片，这部分很随性哦。二、高丽菜切片洗净。高丽菜我是直接用饮用水洗，把附着在高丽菜上的水分滤前后，放入花椒盐水中。Asbi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。 三、盖上盖子，一周过后就可以拿出来吃了。记得每天打开盖子，让泡菜罐里面低气体跑出来。阿至一个礼拜后的泡菜汤汁会有一点白白的乳酸菌，是正常的现象。这个时候的高丽菜吃带住花椒的香气，吃起来非常的酸脆可口。泡菜汤汁可以一直放高丽菜进去，阿至再稍微加点盐巴和花椒以及米酒调整碱度即可。四川泡菜拿来炒肉片或是炒豆前都非常的好吃，只要先爆香蒜头，把肉片和泡菜一起炒过，加点酱油下去调味，就能做出餐馆中泡菜或是酸白菜炒肉片的味道。也因为四川泡菜没有加糖又不含乳酸菌，即使在控制体重的人也能享受用四川泡菜做出各式各样美味的料理，推荐给喜欢吃酸脆口感泡菜的你哦。来源 iCook 爱料理。